这么巧啊！我命中注定的王子。你眼镜砸在头上啊，小心过马路跌死你啊！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。Happy me, oh, 海水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又来赔钱是不是？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哇，你今天很漂亮哎。你不要油嘴滑舌啦，要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手牵手，9月25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:08频道。你们也会想知道到底爸爸失踪跑去哪里，对不对？这20多年来，相信妈也是抱着一样的疑问。妈，他要他的4名子女一起完成他最后遗愿，才能得到所有的遗产。一定要请大姐跟二姐来帮忙。妈只留钱给你。